新竹县第18届严重阳分科今明日在县政府礼堂的举行县市秋季仪式，由校长作为地院的来做监事人，函授下届的严重校长选，发挥的校园群强的精神，三万的旁强霸宰。阳分科还讲，新竹县县全台湾客家人口数比例轻度的限制，还摆不去青年才来争占地位团聚，听时阵。新竹县长杨文科两公家遇到县政府太忙后，就收到县政府同事热烈欢迎，等待举行县市秋季仪式。此时，理事已制成，特遵国家法律，尽忠职守。为了县长搞这仪式，新竹县民政处和铁皮桥乡百官白金团建造，典礼简单隆重。今次年考委会主委李俊德也安排请任院长邱江顺为新竹县减轻财政负担所做的付出。邱县长呢，在这个九年任内呢，还债还了80几亿哈，快100亿，所以可以说勤俭持家，有客家人的精神哈。李俊德也强调，新任院长杨文科本来就是新竹县副院长，当了解市政理念，所以使得完全连接。杨文科还表示，新竹县总人口数是55,000万人，其中70%以上是客家乡亲。为了推动引进，将请适合的人才来听收。我讲以前的团聚也非常好，但是因为市政的各处冇同样，我是请适当的人来搭那个接下会的。我相信俩所请来的全部有专业，我相信介条全部人个理念同样，所以我相信安排俩对俩市政方面可以很好方便。他那容易不能相信了解恩人政府做乜嘅事情。杨文科表示，为了做到先机进见，目前可能会先讨论铁架桥调整，同两界区域热卖场垃圾堆置嘅处理问题，还有延期审批嘅土地征收，拢将变作上任了后施政嘅重点。客家新闻王文尧，新竹报道。